无氏太极拳为中国太极拳著名流派之一，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。无氏太极拳柔和、流畅、安舒、自然，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。在无氏太极拳的发展中，产生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大家，杨雨婷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。无氏太极拳由满族人全佑开创，其子吴建全秉承家学发扬光大。1928年，吴建全被上海精武体育会和国术馆聘为教授，第一个将太极拳带过大江。1933年，又在上海创办建全太极拳社，后遍及长沙、广州、港澳及海外，成为近代太极拳最具推动力的人物之一。拳佑弟子王茂斋潜心研究太极的技艺礼法，并传杨雨婷，是中国北部地区无氏太极拳的主要传授者，与吴建全齐名，有南无北王之称。杨雨婷为无氏太极拳承先启后的大家，他一生以教拳为己任，拳功精纯，性情平和，淡泊超脱，从容自如，拳学修养冠绝一时，并培养了李经吾、王培生、李秉慈、翁福奇等优秀太极拳家，奠定了中国北方无氏太极拳发展的繁荣局面。杨雨婷先生是清光绪13年，公元1887年农历9月29日出生，逝世于1982年农历的10月初一，年满96岁。杨老师年幼的时间是体弱多病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能够验医吃药，所以考虑了选择习武锻炼以健身。他小的时候就投入了武术的活动，经过很多当时的武术大家名师指点和他自己的艰苦奋斗、勤学苦练，最后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鸣响北冰的武坛。杨老师主要学的八卦掌是跟高克兴、号子明老先生学的，大概是在民国前后又投拜了太极拳大家王茂斋，从事太极拳的学习。他在前辈的教导下，经过自己悉心体悟，不断攀升，最后结合他自己的练拳方法，体悟了太极拳的道理。这个道理的话很深刻，也很细致，也很合理。根据我从杨雨婷老先生学习了50年，这样我认为可以给杨雨婷太极拳总结如下：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合理化的杨雨婷太极拳乃指路之明标也，如能顺其途径拾阶而上，奋勇攀登，定能登达顶峰，登堂入室仰视太极拳真谛。这是我对杨雨婷老先生太极拳的自己体会和总结。
现在用几个拳式的动作来讲述一下杨宇婷太极拳的基本特点。以前杨老师呢是住在北京城内的积水滩前边，要出到城外去练拳去。那个时代呢，一出德胜门以外都是庄稼地。 路上很少有行人，所以杨老师呢，在走路的过程中是一个拳式动作，一个拳式的前进。他最常用的就是搂洗腰部的前进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先用搂洗腰部这个动作来说一下杨老师这个锻炼。搂洗腰部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是左脚在前，右腿承重。 右腿承担100%的体重，左脚跟呢轻轻放在地面之上，在右手前进的过程是向左脚落平的前方前进，手到脚的上方以后，脚落平，这是开中之开。立掌是由无名指。 扩展到中指、食指，再下达到掌心。这时候重心呢，就完全过渡到左腿上来。重心怎么过渡呢？也有一个分解。脚落平以后，膝盖向前，到脚尖的上方，尾闾再继续向前，到前脚跟上身正直竖立。那这个。 时间的话呢，你体重就是100%的落在你左脚心，而且重锤线呢，就头顶心、重心和脚心成一个垂直线。具体的要求看法呢，就是他要求膝尖、脚尖是上下对正的，鼻尖要对准膝尖。那这三点呢，是上下垂直对正的。 太极拳要有前必有后，还必须有后边的要求。后边是什么呢？是后脑海、尾闾和脚跟垂直对正的。这个时间就是你这个身体的纵轴线才能从头顶到你的脚心垂直准备。右手以无名指引导向左脚尖落平的方向前进，左脚落平。 手在脚的上方，这时开中之开，意念由无名指扩展到中指，再扩展到食指，再下达到掌心。这个过程是开中之合，这时身体呢是正直地垂直在左脚的中心线终点。身体的进度，那就是从后脚。 一向前脚可以前进50公分，这样，再加上你的手向前伸出，要达到松肩垂肘立掌。手的伸出的方向也有一个要求，要大指对鼻尖，那就是说大指、鼻尖、膝尖、脚尖成一个垂直的立边。手型呢是掌心向前。 虎口朝上，大指、指尖和食指的总结成一个水平。这时候呢，能保持你的肘尖垂落于地面。第二个搂洗腰部，右手向左膝前下指，到左膝前的一个小腿距离这点，同时呢，左手。 虚向上提腕，跟肩一平。实现瞅着右手食指。下一个这是开中之开，所谓开中之合，就意念引领左腕上提到耳尖，同时呢，把身体上引起上掌，正直垂立。这时候后脚松开，向前迈步。 再做第二个搂洗腰部。
下面一个搂膝腰部就要说明右腕上提，就提腕的过程。左手前下指，在这个同时，右腕虚提到哪呢？与肩平、腕领全体的各背动。 下边的合中之合是要腕上提到耳尖，这时候意念引导腕向上，身体正直站立，后脚松开，向前迈步。下一个动作呢，由腕转到无名指，向前引导前进，最后。 扩中到掌心，那这个动作呢，说明了进退开合中间的变化过程，同时呢，也把意念所寄予的部位也讲得非常清楚，而每一动都有一个意念引导。 杨宇婷太极拳，我们可以说是规范化、科学化和合理化。从几个方面呢，我们大概的说一下。比如说，他所说的规范化，跟一般练拳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有一个尺寸和角度的要求，在身法上。杨老师那标准呢，就说是以个人的脚的尺寸来衡量这个尺寸。 这个尺寸呢，定出来步法、身法、手法，所以它这是非常规范化的，而不是说大一点、小一点，到底大到如何、小到如此，都是没有一定标准的。它这是有标准的。步行来说，平常站立的时候，在没有做动作之前，所站立脚步。 叫自然步，就自然站立，脚下的步伐呢是两脚平行，脚尖一齐，两脚中间的间隔是以本人一个脚的宽度，这样呢相当于练拳者脚的外缘是胯的宽度。开始动作以后，分为。 脚分出以后，这个叫平行步。这个平行步呢，两个脚脚型一样，但是它的间隔是你一个脚的长度，一个脚的长度。这个宽度呢，相当于本人的肩的宽度。再一个就是马步，横向的马步呢是两个脚的。 中间的间隔是两个脚的长度，但是这个姿势得必须要屈膝而蹲。屈膝屈到什么程度，也有一个要求：前膝盖不能超过脚尖，膝盖不能超过脚尖的前度。下蹲时呢，上身是正直下蹲，尾闾就是尾椎骨的尖端。 要垂直于两脚后跟的连线中点，这样的话呢，上身是正直的下蹲，这样组成的脚下底面积呢，重心正好是垂直在对角线的交叉中点，那也就是这个支撑面积的最佳位置上。如果身体向前，他所说的正步。 余步向左右两侧是侧弓步，所以杨老师呢在这方面又提出一个要求来，就是八方线。八方线就是有四正方，有四余角。那对个人来说呢，就是前后左右，左前右前，左后和右后。实际呢，这是八卦的方位。 我们说这八卦呢是后天八卦。
后藤八卦呢是人文性的，是以方位为主，那就东南西北、东南东北和西南西北。在这个角度上，你手、身、步可以在合理的角度支配下来控制你的周围。 我们说，这个是杨宇婷太极拳的规范一个最大的优点，而不是因人啊和随便你自己喜欢和选择什么的原则，而是在有一定条件下的。所以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说正步，它要求正步呢，也有一个间隔和距离的要求。它的间隔就两脚中间的距间隔是一个脚的。 长度及宽度，前脚跟离后脚尖这个距离呢，也是一个脚的长度。这样的步行的话呢，那就是前脚跟和后脚尖组成一个以一脚为边长的正方形，这个形状初步。羽步，那就是两脚的间隔是一脚半。 前脚跟和后脚尖的距离是半脚长。这个步行呢，那就是在八方线上，两个脚尖同在一条羽线上。这个羽步是向为什么呢？就是正步是向前后进的，羽步呢是向左右两个斜角45度角。如果向左右。 那就是刚才在马步的基础上，把重心移到左腿，叫左侧弓步；要右腿呢，叫右侧弓步。这个步法有什么好处呢？在这个步法上，你身体进退旋转尺寸是最大的。另外，手也是在八方线的控制上来进行。我们最 好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云手这段例子来讲。云手第一个动作，左手到右肘下向哪出呢？向右前方的45度角伸出，指尖达到右前上的45度角，立指尖松肘。 指尖呢向上推力，掌心跟眼睛一平，实线抽食指，这是正从右前到正中，由小指引导翻领到左前上的45度角，那就是到左前45度角，在掌心翻转向下，逐步达到左侧。 那这就是说，从右前正前左前到左侧。另外，玉女穿梭是形容四个脚的余脚方向的动作。第一个，原来是应该是野马分鬃这个是向右前方的，经左掌换成以后的话，上步以后，就到左前方。 左掌向左后上旋转，到哪呢？到左后方。进掌是左前方。转身的时候呢，左手食指指向右耳唇，右手放松。直到右侧的时候，左脚尖呢向右扣转，在90度以上。 右手左手指尖再继续指向右耳尖，又再向后转，转身多少呢？又是一个135度，就指向了右后方原来的右后方。这几个转身，从右前，我们如果是向南练拳为止的话，就是西南、东南转身的时候。
指向正西，第二次转身是指向西北。这个旋转的尺度的话，那就说是270度。那我们说这个规范化呢，可以用这个来简单说明一下。下面我们说一下它的合理化。合理是合什么之理的话呢？不是你自己所想的、自己认为的真理，而是合乎客观真理。 比如说太极拳应该是在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所以它含有积极的作用。就拿我们搂膝要步来说，左脚在前，右腿支撑成体重，这时候呢，右腕提升在右耳尖的上方，向前。 进掌的时候呢，以无名指引导，向左脚的前方前进，左脚落平，重心呢向左脚前移动。那就说进手的方向和重心的移动方向是统一的。我们手和身体的在质量移动的时候呢，所产生力的话是一个合力。 有时杨老师就讲，你不用力，不等于放松。但是你不用力在动作的时候，不等于不产生力的作用。手向前，重心向前，这个叫产生力的人。而且这个力的话呢，是一个合力。手的运动方向和重心的前进方向是合一的，而且重心进退呢，是在最理最佳的。 身体组成的底面以内来运动，后退也是如此。到脸后的后退，重心的后移趋于后腿弯，前脚放松，体重逐渐后移，也是从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中线上、终点连线上来推行的。 它不是直接后退，因为身体呢是向右后退，手是往前下按，因此呢，这也组成一个旋转的幅度。手就向下按，因为身体后退的时候有横向的距离，所以前手呢就组成一定的弧度，而不是直退的。同样。 我们说揽雀尾也是如此，揽雀尾有人练的话呢，从右掌回捋是正步回捋，很形容他这个身体动作的扩大，他右手向右外这么捋。杨老师呢说的是右手是怎么？右手回捋的时候呢，就是屈肘往回后撤。同样的道理。 从右脚前退到后边的左脚，也是有一个横向距离，手在这样回捋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个旋转幅度。退到大背竖直，也就是右肘贴近右肋的时候，由肘引领，手掌逐渐翻转向上，达到哪呢？掌根在右肋下。 在出掌的时候，右掌前出的时候向哪呢？是向左脚的前方虚虚而进，到达左脚正前方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右脚的横向距离上，这时候右脚落平，重心移向右脚，这右手呢继续向右脚前进，再向右脚侧前进。这个作为形成的弧度呢？ 不使重心偏离。如果重心你要是横向这么做，手要这么伸，伸得最长，到右侧的话，这是最大的偏离。那重心呢，就往靠右后偏偏食，因为你手在这边，你手这样的话，这个重心就偏食了。同样，不管你偏食的多少，它角度都是有所影响的，所以这个只能是向后回捋。
也有人主张这手伸出去的话呢，向左前。我们如果是这样形成一个揽缺尾的话，右手是这样做的话，看起来运转幅度很大，实际上呢，你都是移时重心。右手超过左脚再向左，那重心就要向左前。 偏食，所以这个杨老师规定的拳的姿势动作达到最高的、最好的要求，而且每式和每式中间连接这个运动路线也是最佳的运动选择。合理不但是要科学之理，我们叫太极拳嘛，还要合乎太极的阴阳变化之理。我们还拿。 搂膝腰部来举例来说明。原来右脚承重，左脚跟呢是在右脚的斜前方，组成一个正步的间隔和距离。在右掌向左脚前方前进的时候，前脚是。 逐步的落平，在右手到达左脚上方的时候，左脚落平，而且没有承担丝毫的体重。右手在前立掌的时候，重心的逐步过渡到左脚，完全承担体重。太极拳做的变化是阴阳的变化。 阴阳变化在身体上所形成的现象的话呢，那就是屈伸、进退、俯仰。在前进的时候，那应该有一个中间变化的过程。那我们举例来说的话，这就是太极拳那个中间曲线，啊，英文那个 S 型的变化。 这个是太极拳的契机。人体活动的时候呢，必须有伸有屈。那屈伸也是阴阳，有人就问过，说太极拳讲阴阳，其他的武术也有伸屈，是不是也是阴阳呢？我们说是阴阳，但是呢，你没有注重到什么呢？这个中间过程。 那太极拳呢，讲的是阴阳变化更注重的阴阳之间变化的全部过程，所以我们说太极拳呢，是不只是讲究出手和身挥挥缩，而是在讲出手和挥缩的这个中间变化过程，这个过程是太极拳的主要动作方面。我们说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拳也合乎。 太极的阴阳变化之理，所以杨老师把83式分解为326个动，那就是每一个式子里头呢都有两个动，每个姿势里有两个动，这两个动的话呢，一个是起，一个是落，那就是形成有阴阳而没有单向的。我们说呢。 这个是杨老师呢，就把这个道理呢，在运动方法来说清楚。杨老师他特别强调的是，在你练拳过程中是一条腿承重，就是你这一个腿承担你身体的100%。另一脚呢是虚着地面，在过渡期间的话呢，是从。 实腿就是你重心所在的腿，逐渐向虚腿，就是重心不在的腿，逐步过渡。用简单的数字来说的话，先过渡到一，后边变9，前边变1，再过渡到5，后边呢是50%，前头是10%，最后前边到哪呢？到9，后边剩1，最后把一再过渡到前边了，前边就是。 100%的10%，后边呢就是0。
杨老师这个太极拳运动呢，完全是一腿承重，那就是左右左右不断的变化，在变化中间呢有50%的过程，均衡的在地面上进退旋转。我们所以说再举个例子说，杨宇霆这个起势重心变换的时候，重心向右脚变换，左脚变虚，原来是两脚分担承重，各担50%。动作方法呢是左膝尖向脚尖前进，右腿后腿弯向后竖直，膝尖前进的过程就是重心向右移动的过程，右腿膝弯向后就是承担体重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而没有给地球增加任何其他的作用力。也有人练太极拳，在分脚的时候呢，把左脚抬起来向左落下，再抬起来是30%，比如30斤的重量抬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重量呢要加到你右脚上去，右脚本来是100斤，这时候你就变成130斤。这有什么缺点呢？我们说你在地面上站立，重心升高是倾倒的预兆，你给地球施加作用力，那就是刚才我说抬腿这个30%，你给地球一个作用力，地球马上就给你一个130斤的反作用力，你本身才是100斤，这个就超出你体重的30%，所以这样的话你容易倾倒。所以你在抬腿这一刹那，你重心偏时升高，给地球形成一个加大的一个作用力，这个刹那间的话呢可以被对方控制，你就容易失重。所以杨老师练拳的话是讲张松，完全彻底的松，松得干干净净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个人的体会，那就是你只给地球一个静压力，地球呢只给你体重的同量的反作用力，所以你这是平衡相处的。根据我向先是学习这个将近50年的半个世纪的时间，我自己体会呢，太极拳是这么一个特点，就是你给地球一个静压力，在练拳的活动中始终是给地球一个你体重的作用力，而不超过任何其他的。全身上下的放松松静是什么？有的肢体上体动作会产生作用力，这个作用力呢会作用到你的脚下，所有的关节放松，这个作用力呢就减小了，而不把上体的其他部分的硬核作用力产生在脚下。那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太极的阴阳平衡。我们说人你是动的，可以说是一个阳性的，地面是静的，是个阴性的，你在上面做任何活动，你都不要阳的活动来给阴产生一个超大的作用力，所以这个时间你处在一个阴阳和谐的过程。我们说阴阳和谐的就是太极状态，我认为太极拳就应该这样下定义，就是你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跟地球一个静压力，这也是杨宇霆太极拳的合理的一部分。根据先师杨公宇田的教导，我锻炼以后
找出其中的八个基本动作，也就是太极拳的基本八式。其中有预备式，向前进的搂膝腰部，向后退的倒捻喉，向左右四脚的玉女穿梭，中间中定的所谓中定的是揽雀尾。 左右两侧的是单边云手，最后是合太极，这个八个式子。太极起势，两腕牵棚，两掌下踩。 搂膝腰部的左抱旗形，搂膝腰部，第二个。 第三个，玉女穿梭。 完全是向鱼角方向的，左手斜坡后上，也是到左后的鱼角。 向原来的右后方旋转，原来的右前方，到右前方。第四个右女拳双是原来的右前方，变揽雀尾。
为什么说揽雀尾是中定的？它自行重心向前后退而没有移步，所以我把它叫做中定的。搂膝要步是向前迈步的，到捻喉是向后退的，玉女穿梭是向左右方向进的，所以揽雀尾呢，只有重心到前脚后脚，后脚到前脚，这样叫做中定。单边左掌向左捋，云手左手从右侧起，右前上45度，正前左前45到左侧，这样是左右两侧的。同样右手到左前上方45度，立掌正中，右前45到右侧，这就说明了左顾右盼。在右手向上的时候，因为要左移动，必须把右脚收回，右掌到右侧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放松一点，左脚向左横移，云手的单边太极收势，两掌下按，大指接触的时候到肚脐再左右分开，掌心向下，虎口朝前，可以做一个呼吸，把指尖放松，可以再做一次呼吸，身体完全松直站立。最后的要求也是杨老师说的，这是目光是注意前方远处，要把注目点回收回来到自己的面前，那就意念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到自己的面前。这时候太极拳基本把式才结束。
Thank you.